养成班开课喽！你去找一个墙，坐在地上，然后脚打开，拉筋，然后这一块的线条就会出来了。这个动作一天只要，甚至初学者只要一下，你就可以这么安心的睡着，就这样。要休息，你脑力受不了。精彩内容请看《女人我最大》。